那么幸福。见面会成功迷恋漫约球是刚好坐在坐足右边。对啊对啊，那时候想说刚好你们在那边。嗨俊盈功夫 Hello， 阿哲 Hello， 俊盈阿奎臭阿奎 Hello， Jimmy Marcos Hello， 卡丘 Hello， 露露谢谢你的人气泡泡，臭阿奎谢谢你的枫叶，谢谢洛洛的人气泡泡，谢谢你的人气彩虹桥，ありがとう。でも宮田さんの顔まだわからんのかい。わからんのやったらちょっと藤井メインしかにしてて、ちょっとおこおこ。看着你难过。太空 ，Hello， 太空，吉川，露露，谢谢你的浪漫玫瑰。嗨，是推西兰阿紫，露露，你洗呢？好久不见。对了，妈有二期，好可爱哦。真的，二期生真的好可爱。今天晚上好冷，有吗？我觉得还好哎。でも男は正しい方に流れるもんや。二期超可爱的，真的。什么？昨天麻友表现好棒哦。最怕瘙痒的麻友你好，你昨天在哦？那个不是我的错好吗？是美玲，美玲真的很夸张，就是她瘙痒吗？觉得谁都忍不住。Kevin 先生，陆一如 ，Hello， 刚从台中回来，还在捷运站。为什么去台中呢？吉井 ，Hello， 阿紫，こんばんは。阿水 ，Hello， 大阪市的路人，你是谁啊？大阪市的路人，你应该是那个吧 ，Cookie 吧。喜乐哥嘛，喝我奶茶 ，Hello， 业余，李威 ，Hello， 李威，阿兰，阿水 ，Hello， 卢卡的中文跟你一样好吗？废话，卢卡是国小来台湾哦，国小就来台湾了，比我好多好吗？但是他根本跟台湾人一样好哎。酒店离麻友好近哦，真的超近的。可是我还是觉得一起生的大家比较温柔温暖。是还没习惯而已吧，你们看他们的直播就慢慢习惯他们。Ricky 哥妈有晚安，可是我看到了 EP 亲签，喜乐哥妈谢谢你，脑中一直重复你飞走场景，对啦，那个有点夸张，可是真的很远呢。其实麻友那个我还以为是演的，没有，我演戏没那么厉害。美玲知道你哪里最怕痒，真的这么厉害吗？美玲的瘙痒功力对超厉害的。麻友有吃汤圆吗？我晚一点想要去吃啊，想要去买汤圆吃。对，台中一日游找朋友哦，很好啊。企鹅亲亲，昨天辛苦了，真的还蛮累的，可是很开心。慢慢当初太平洋的游鱼时 ，Hello， 李天天 Nail， 你二期生，你对谁有比较有印象？这当然是柳家，还有那个紫竹，还有什么？哦，突然忘记名字。阿丽是阿丽吗？还在台中？你还在台中？为什么？妈有把大阪府地区背起来了吗？没有，还没，给我一点时间好吗？でも2期生8人だけとか意外やな。まあ契約とかがあったんかな、知らないけど。可是ルカ年纪比你大，但是比我看起来比我小哎。边缘人 ，Hello， 鸡肉饭 ，Hello。もっと入るかと思った。カニさん果然转推了。什么啦？我还没打算第一句，还没打完的第一句。爸妈，谢谢你的爱你。第二天而已吗？不够。Luca 这种程度根本是台湾人了吧？真的，小何 ，Hello， 我不认识二期呀，怎么可能知道哦？好，未来推爆。看你上那个花心的，真的你很花心，觉得有点难过。美玲没有跟你同一组，真的超级无敌难过的耶。强森、易凯、汤姆，你为什么你是 B 组，你老婆 C 组，英语的？
真的昨天佳丽哭爆你知道吗那我就跟讲下次再学习一般的这个音乐就得卢卡老家是对着羊毛那点一开谢谢你的年度选票跟浪漫玫瑰我只有 B 场完全不知道谁是谁差点忘记日本有这个戏我也是听你听你 Kicks hello 阿祖不是 Kicks 谢谢你的告白气球你怎么知道是我当然知道啊我跟你那么久了刚刚去你们拍 MV 的地方那边的工作人员看到 MV 很开心耶啊那边的工作人员是谁你跟他们聊天了吗古龙 hello 因为马友比较性感啊大人 boy 哪有面面哭比较惨面面哭比较惨佳丽哭比较久罗斯梦幻 hello 一凯谢谢你的人气卡亚马路布金宝 hello 所以你跟卢卡可以一起假装台湾人吗我是假装台湾人的那种日本人卢卡就是卢卡就是台湾人了吧他可以说他是台湾人也可以说他是日本人了这是最好花花谢谢你花花花花 hello 你被分到 B 组开心吗我不知道我希望会有那个美玲啦但是就是我最近跟谁都很好啊所以就是没有什么不开心开心的事情就被分到 B 组就 B 组吧可是我们也蛮吓到的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分到什么三组分 ABC 对所以就还蛮惊讶的高美实地的工作人员呢高美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那一天真的是个台风天你们如果有来记者会的话就是有听到我们的那个吧感想吧高美那天是台风天一样风超级无敌大超级想要跟你们讲那个那天的感想你的 CP 都在 C 组真的面面说你要求他骑车骑后面因为你会怕好我慢慢讲 MV 拍摄那一天的那个事情可以跟我很好吗我跟你很好啊可是如果你下次握手会更久一点我会更好我跟你会更好芊芊超甜的 Rika Hello 金博伊人 Hello 方良 Hello 栗子为什么哭因为跟妹妹不同组嘛就是妹妹也是不同妹妹啊还有什么李彩杰啊面面啊还有谁他是柏林啊都在 A 组对啊三月就开始了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哈卢凯强哪里芊芊 Coston 台风何月の時かな でもね昨日就是我其实昨天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就前几天还是上礼拜左右就是有见过他们在公司里面然后就觉得哇好可爱哦大家都长得蛮漂亮长得很瘦然后高高的是小小的一个是高高的蜘蛛是高高的然后就是他们很客气很紧张的样子然后就害我紧张超紧张因为他们超级客气前辈们好然后说不要这样就不要这样然后柳家 Luca 讲柳家讲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问他你是日本的哪里人他就说山梨县就是山梨人嘛山梨县人然后就说突然想不起来山梨在哪里山梨县就どこってなって我就问他说山梨县我忘记在哪里了山梨县どこだっけ我是不是有点不礼貌啊然后他就说东京的旁边然后就说对对对东京的旁边然后山然后我就说没有先朋友说一样的超级不礼貌有吗真的吗可是他也说找路啊
说，他就说，他就说，那你是哪里人？我是大阪人。你知道大阪在哪里吗？他就说，嗯，知道。蛮就是蛮好聊天的、啊。然后昨天我跟美玲刚好一起嘛，所以我跟美玲一直在那边聊天，说怎么办，什么时候要去打招呼，什么时候要去打招呼，这样就一直很就是很紧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去找 Luca 聊天。Luca 会台语吗？我不知道哎，可是听说他国小的时候来台湾，然后国小国中都是读那个日侨的学校。然后后来高中是自己考那个台湾的普通的高中，不是普通，就是怎么讲，就是不是日侨的高中，跟台湾人一起的。Oscar Hello Jack Hello Marty， 嗯，没有逼麻友背好四十七。代代 Hello 前辈，你是真的是日本人吗？由于高院中心的大阪人日常发挥。小亮好过分，六个回台也不知道。二十三有日籍成员，对，给鬼给怪，谢谢你的 love。就上一个台本人说高雄在哪里啊？没有，没有，这个不是，就是像台北人问台南的后壁区的人说，台南人说，哦，我自己是从来自后壁区，然后那后壁在哪里？这种感觉啊，谁知道山地在哪？你问他 Takeshi 桑啊， Takeshi 桑搞不好我也不知道啊。麻油大阪国人，就上一个台湾人。嗨，香菇直接上去摸他，但不行啊。阿奎，不是二姐先要来打招呼吗？我比较期待美玲的感觉，其实是当前辈，是不是他们前辈也有？对啦，所以你的谁小学生我呢？桃花哥，我昨天有看到你呀、啊，你有看到我吗？马尔比就是牵强。嗨，西西，没讲完，またあの件に返事しておりません。那你やめて，加太多了吧 ？Hello， 加太多什么？后壁人在哭，后壁谁知道后壁在哪？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有人一定不知道，然后不敢跟我留言，是对了吧？大翔 ，Hello， 大翔，严 ，Hello。Takes 是大 Okinawa 人，不知道比较正常吧？我也是大阪人啊，比较南部啊。妈呀，这是后壁，没有，有妈妈要现场表现好美，谢谢。后壁，知道啊？真的吗？就在台南那里啊，对啊，就在台南那里啊。我也知道那个山梨县是日本那里啊，对吧？妈呀，知道这个成语怎么念吗？我不知道。小绿儿 ，Hello， 志祥，我的老子是后壁人。他给什么？有没有？有没有？啊，算了，那算了的。我听说他给是长的老婆是三立县出身，出生的，是会台南的最北边哦，厉害！我也不知道小慧的，我知道。我知道，我学会了。然后我昨天就是在休息室，我一直跟美玲说什么时候要去，什么时候要去，然后就说现在啦，赶快。然后就先准美玲去那个 Luca 那边打招呼，然后就说，就是我们是米爹妈鱼，然后我们通常都在一起，就是玩啊、聊天啊，然后出去玩啊、拍影片啊、拍照啊之类的，然后希望就是。可以跟我们就是怎么讲，毕竟是一个日本人嘛，所以就是希望我们可三个人可以就是好好的相处这样子。引领线去过没有？我去过啊。这什么东西呀、啊？等一下，我先放音乐。今天吃到柏林的口水哦，抽到脏话。什么？你今天吃到柏林的口水？什么意思？还好啦，不算电竞票也可以。两个松山。暗，谢谢你的浪漫玫瑰。妈呀，该不会吧？不会的啦。这样很像新团体找前辈问好耶。妈呀，其实去诗雅学妹买果汁的吧？没有，才没有三重板桥，怎么了？
妈呀，不要欺负我们小花。不会，你今天跟柏林一样讲话超强，哪有？虚呀，妈哟，什么？二姐先帮我们买外带，外卖或果汁，他有这样讲吗？是呀，干嘛有？哪有？我不会这样重信封。哎，因为给也有个哦，松山机场哦，对啦。可是我地理很不好，超帅的，但笑起来很甜呢、啊。我刚刚在讲什么啊？Luca留家的事情嘛，对。然后后来我就啊，他就跟我说，就是他也有在看那个 Milena Mayu 的影片，然后他就说啊，那个圣诞节寄货的影片超可爱。我就说啊，我是那个麋鹿嘛，然后美玲是圣诞老公公，那你要不要在那个圣诞树，然后再拍一次？他就说好啊。就是我之前真的很害怕，就是我没办法跟那个二起生相处的好，但是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就是昨天聊天聊起来就觉得还可以，应该是可以当他的好朋友啦。我希望如果他们打开他们的心，我就足足超强新生，但是他很强耶，他的追踪人数好多哦。嗨呀，巴卡巴，みんな二次生に連れてきてる不可思議な気がします。ありがとう。单身人数是后辈单身人数，对，后辈单身人数的概念。我要我二次生认识我，你那么好认，你不用去了，你不用去也认识你啦。那有机会迷恋吗？有真正的团体之类的吗？迷恋吗？迷恋吗？卢卡みたいな，迷恋吗？卢卡，迷恋吗？卢卡，这个也好啦，迷恋吗？卢卡，我下次跟卢卡仔说一下，比较累。然后柳章就是毕竟比我大，然后比美玲大七八岁了。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用敬语跟我们聊天，就觉得我本人就不喜欢那种后辈前辈那个关系呀、啊。然后日本人有那种敬语之类的，所以我就跟他说啊，不要不要，我也不想要用敬语跟你聊天，虽然他是比我大，可是所以就是请你不要用敬语聊天。然后他就说哎，真的可以吗？然后就后来就没有讲，都敢讲这样子。ルカちゃんペロペロってだけ言っとくわ。どういうことやねん。可以よ。刚下班就过去了。飲み会なのやからあんまコメントできん。ごめんな。楽しんで。知不知道日本有三重和板桥？啊，我知道啊，我知道啊。我MINICON明天去不了。明年MINICON去不了，为什么？为什么去不了？迷你工我是1月19号哦，记得哦。一个摸屁股的成员，一个摸胸部，他要摸什么？不要让他就是当这种奇怪的成员。好多一直生都还不认识我呢，应该要去自我介绍一下。什么东西呀、啊、君姐，张君姐，我知道你。我知道你不会这样子做的，很怪吧。真的刘家小三刘家什么林姐，林姐超可爱、欸、真的林姐超美的，可是没二姐不认识我啊。你那么好认，就是你来握手会他们看到你就会认得你啦，所以不用特地去握了。用中文就没有敬语了。对啦，刚好在日本啊，刚好在日本。你说明年都在日本吗？明年光后天开始买票，好担心。ルカちゃんペロペロスルーされた悲しい、もう一回言う。だからいやいや、スルーしてないから、スルーしてないからもう一回言わなくていいよ。至于ハロー、我们二要去跟二起生介绍一起生的怪习惯。要跟麻友说抱歉，你在哪里？你跟我说你在哪里。你跟我说你在哪里。迷你空好尴尬，为什么十九号的迷你空好尴尬？前面鼓励粉丝不要去握后背。十九岁的那一道，もう言わないよ，もう言ってあげないよ。
来不了，为什么？能给这个过为一月十九号，所以你们 S 来木丸是在台湾公演吗？还是在日本？我拿到大学院入学许可了，所以所以四年的意思吗？你的意思是明年四年都从明年开始四年都在日本的意思？我在台北小巨蛋，真假的？他们又来小巨蛋，我要请假了，我要请假了，不好意思，我是一月十九号那个台北就是 AKB48 TMTP 研究生传媒，你看我不在。可以吗？梅姐每个月都来台北台湾。阴影不要办那一天就好了，不行哦。女教练谢谢，谢谢你的鼓励。香菇翘班翘班，好啦，翘班翘班，翘迷你控，翘迷你控。不行啦，君姐你看不了，看不到我的那个新的那个了，新的那个东西了，好可惜哦，我下次迷你工会，好可惜哦，下次迷你工会看到新的藤井麻友，你就看不到了。麻友公布宣布，麻友知道啥？哪里人？我不知道，高雄人吗？所以你要去看到，你要看的谁？刚下班就来了。迷你空去不了，但是21月号单季啊。等一下哦，什么叫不留台北要令人一干那一的？你是旧的麻友，对，我现在是旧的麻友。花生糖 ，Hello， 谢谢你，昨天谢谢你哦。龙骑士，台北的路人，大本的路人。老实讲，三单握手会有点尴尬，我买了，结果228有点难请假，真假的？为什么难请假？228真的很重要哎，2月28号三单握手会，你们不管在哪里一定要来握我，不管在哪里一定要请假，不管有什么事情，除了家人结婚啊，怎么样，这一定要请假来握我。没有，我们可以一起去看。Akimoto Manatsu，嗨嗨嗨，林姐超卡哇伊，邪教弟。迷你空握手会我都不去，为什么？我也很想要去迷你空。你那个表情，你看西雨彩姐说范心228之前我会失踪，你失踪干嘛？你今天怎么没收阿巴卡？我刚才有收啊，阿巴卡巴。嗨，华神达，谢谢你分享直播间。我那个班别已经有人请假了哦，也是啊，那你那一天当天请假就好了，就是现在没办法提前请假，你就不然就当天请假。当天就是打给老板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厕所肚子好痛，没办法去了，就这样。然后你出门迷你空啊，不是出门来握手会。我是不是教会花花这次大远桃子没有来，有点可惜。可爱他们几个人会来，咪咪真的蚊子东东京，不是东东 ，Hello 东东，直接翘班的感意思吗？对，买了两张过不过？这次买更多，结果居然可能没办法去，所以当天没有啦。握手会要排对哈，一整天。妈干妈，那是不是你好的意思吗？我难过。Hello， 那个怎么念？左太阳那个点点点。Hello， 可可得名。还好我本来就放假，那很棒喽。二月很多活动嘞，丰富俊英，不是俊玉。我下个月开始两个月出国，不在台湾，拜拜。真的假的？你要去哪里留学之类的吗？可可，谢谢你的浪漫玫瑰。可可，谢谢你的，不是可可啦，是德明，是德明。
是德明本人吗？我好像没有看过，没有看过照片。你换了大头照，开心看到你，我记住你了，我就记住你了，德明。这样，我要去你心里，你在这啊，你在我心里啊，你去，你要离家出走两个月的意思吗？我要先休息了，进电梯的那台洗脚累时刻运作三个小时塞车，今天有塞车。辛苦你了，我不失踪的话可能被你们三个可以花生糖，谢谢你的浪漫玫瑰，谢谢你，还好你们握手会不是在办在一月，因为一月有26岁在国外，谢谢德敏的枫叶，25号也没办法赶到，要好久才能看到马友了。25号没关系。哎，那你18岁会去看美妮控的意思吗？那太过分了。一月有26天在国外，26天在国外，那么好，我要去学校英格里许。原本跨年也想去看现场看，结果被经理。经历的念了半小时啊，跨年谁会来呢？1月31号，不是12月31号，2019最后一天要跟我们一起过咯，12月31号跨年，我是第一次，对，我们第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吧，我们 AKB48TeamPP 第一次去跨年活动，赞赞，我超喜欢跨年活动，我本人真的很喜欢去。我16天在日本比赛，比完直接飞澳洲10天，比赛比什么？18号不会去吧？吧？这样马友会爆气，对啊，没错，没错，你就知道嘛，你已经知道了。花秀景点马友跨年不能看红白，对啊，不能看红白。可是我也不会看红白的人，人很多，怕，没关系的，大家都在，大家都在，不要怕，不要怕。棒球你们应该哦，你要去看棒球，会在直播上 TTP 跨年，会有直播吗？跨年会有直播吗？德米 ，Hello。总而言之，握手会我不会去，下次是握手。哦，你那么喜欢他，看红白品涵，品涵超厉害的，我今天也有看那个 ET Today 的新闻，好开心。超开心的，红白耶，可以看到 TWICE 耶，听听，家里，而且表演大概7-8点就上场了吧？啊，真的吗？那么早吗？那搞不好，哎，真的吗？表演大概7-8点就上场了。如果你说31号嘛，如果31号我。7-8点上场，然后差不多要跨年的时候在工作上之类的吗？我不要，至少要在那边跨年吧。我应该会在桃园跨年。为什么你在桃园过年？哦，不是跨年。希望跨年那一天不会塞车高速公路上。不会的，不会的。双眼 ，Hello。下个的 ，Hello， 平衡很美呢。跨年我会去，真的吗？臭阿奎，谢谢你。那有，如果可以上红白，一定超棒。这个是太大的梦想了，卡了，是我的问题吗？吓到我啊！田中，嗨，小薇，明丽。讲公班吗？田中，是我的网络问题，
应该是吧，我这边是没有卡卡的，可是大家走，好像是网络有问题，没有吗？记得 TTP 甄选时候蛮有跨年，嗯，直播真的，啊，真的吗？我那天有开直播吗？那么好，谢谢肉肉送我人气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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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开心，谢谢大阪市的路人，谢谢你送我浪漫玫瑰。我以为我是浪漫游卡，嗯，我也没有卡。麦晚上好 ，Toby 晚上好，我昨天看到你很开心，卡了，真的吗？企鹅 ，Hello， 卡卡的，真的？我觉得不是我的手机的问题啊。强 ，Hello。现在看我的人也卡起来，不要卡起来，海外没有卡，海外没有卡，海外的福利，我也很开心，我看很顺利呀、啊，台湾也没有，台湾也没有，是你们手机问题啦，欢迎你喜农。我刚刚想说什么啊？昨天记者，哎，对了，我自己爆料一下好了，期待后面可以看到 Mayo 的活动，真的蛮多的，其实蛮多活动的，春节，小耳洞，小山麻友是谁？臭阿葵，小山麻友哦 ，Cookie 啦，你改名字而已。不过明年119的 MiniCon 没办法去，先跟马友说一下。你们去看乃木坂，我知道。Kex 是不是卡卡的呀？一关 ，Hello。那我自己爆料一下哦。我昨天记者会的时候跟 MiniCon 不是那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跳的戏啊。看到夕阳了吗？看见夕阳了吗？那个位置不一样，你知道吗？你没有看到了吗？我记者会的时候是跳那个原本的位置，拍 MV 的 A 位置，然后粉丝见面会那就是昨天跳的时候 ，B 场跳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位置，我是跳原本林姐的位置，然后。每个动作都是反过来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后来跳错超多次，有没有被发现？如果没有被发现就算了。可是我这跳的，这是超级跳错很超级明显的地方，我自己爆料一下，因为就是不想要被大家觉得啊，妈呀，跳错了，还不自己讲，这样可能会订机票回来问你，真的吗？真的吗？到底我哪里对你认错？我不会看乃木坂之饭 TTP 就挂了，爱你田中，我爱你。左右后，对，左右后。马友晚安，嗨狗城田中，谢谢你的啾啾。想好 ，Hello， 因为乃木坂很早就知道在119了，没办法，还希望研究生才可以在118。哎呦，应该那得给看到，有看到跳错啊！被你看到了，哪里地方错了？你赶快讲，我们帮你密保密。而且你感冒了没有？这应该是就是一直过敏的，好像有感冒，一直流鼻涕。不过还好啦。我刚刚说什么？就是我们最近跳是练习的时候跳很不一样的位置，就像很多人就昨天跳用完之前 TTP Only Today 还有看见夕阳了吗？然后这四首歌我有超多个位置，然后这几天练习，然后我就想说这是跨年要站的位置啊，这是什么什么时候要站的位置啊，这是粉丝见面会要站的位置啊，这是迷你控要站的位置，我就脑袋快要爆炸，你知道吗？可是真的可得散，国语不好是非，不用买握手会。
田中，谢谢你的娇娇。豆芽 ，Hello， 知道了三个人哦，来满一十九号，赞哦。皮卡丘 ，Hello， 嘟嘟嘟嘟，谢谢按的三浪哇，主播辛苦啦。嗨，易凯，加兹拉，坦坦 ，Hello， 跨年，跨年，对对对，先吃晚餐，晚点回来。好，我今天开两个小时，慢慢来。一下子要记那么多，的确会很乱。对，去我阿潘，阿潘很吵。然后昨天就是看见夕阳了嘛的时候，侧耳聆听的那边，我错了一次。然后后来，就是我本来是跳是那个副歌。像夕阳，这个秋末像一片结婚，然后就是要走前面的时候，而且原本是走前面，然后记者会也是走前面，要走前面的，然后变成粉丝见面会的时候，我要后退，往后退，然后就忘记，结果忘记原本跳原是原是原地跳，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我们现在很有默契。所以就其实看得出来，看不太出来这样。嗨，艾斯马友友 ，Hello。你昨天，你不是跟我说只能去 A 场吗？然后，所以我才没有找你去那个 Only Today 的时候，我没有找你，就是没有，就是仔细，就是怎么讲，没有特地去找你，因为。你不是跟我说只能去 A 场吗？然后后来看到你觉得，怎么会在这？男神 Lee Crazy，Hello， 阿贵仔 ，Hello， 痴神写 D Larry， 可能看 AKB 的 White Gold， 你很多臭阿奎 ，Hello， 抱歉，我 B 场没去，没事没事 ，B 场没去的人，闲置哪个？一月十九号，迷你空要来。昨天的感想，嗨，豆哥豆哥，我要看到你，我要看到你啊！布丁，看到布丁，没什么，空包啊，头天公，好久不见，头天公。那都没去怎么办？都没去怎么办？都没去怎么办？因为我屏东朋友来台北。Martin， 谢谢你的山东话。时间只能够参加 A 场。哦，那没办法了。可是下次要带他去，带他来。迷你课我也没办法参加，我生气。换了一圈，蛮有面面品，还会卡。零一不会，真的、啊。感觉 A 场很开心呀、啊，所以就多看了 B 场。哦，是这样子啊，现场卖的吗？我不知道现场也有卖 B 场的啊。握手会可，握手会可以开心。我坐在粉红色马油头高腿后面，对我有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后来有真的有看到你。能不能看到后面？谢谢你的娇娇，恶魔，谢谢你。阿巴嘎巴 ，Hello。还有。我昨天一直在想，就是跳勇往直前，跳 Only Today 的时候一直在想，不是跳 Only Today， 跳那个 TTP 的时候一直在看那个粉丝们坐在哪里，然后想说，就是那个前面是没办法走那个，就是第一排那个前面的地方是没办法走，所以就是没办法拿他们的手机，然后想说啊拿谁的手机好呢，然后一直在想。然后后面的人也是没办法拿，因为就是没办法上去啊。然后就看到的粉丝都在后面，然后后面还是第一排，然后边边的人也有，但是边边的人就是成员在玩，所以在没办法。我就想说，没办法，然后就拿女生的手机拍照，就想超久的。嗨，苹果响哥，米加累。加油，阿水，谢谢你的 love。情歌 ASO 的魔术的哟。阿水，突然卡，真的。
怎么还卡卡的？前天让检讨不小心把脚底割破皮，感觉好痛。看到拿手机，有点后悔没去，后悔了吧？所以我跟你们说啦，我前几天就跟你们说了，如果没有来就会后悔啊，因为有很多粉丝福利。真的很痛，对啊，还好吗？好好治疗。哎呀呀！卡丘 ，Hello， 那我现在开始讲那个拍 MV 那一天的感想，好吧？我有超多话要讲，然后我这个礼，不是下个礼拜会 po 一个很好笑的影片，已经想 po 很久了，超久了，昨天惊喜。妈哟，超近的，真的超近的耶！没关系，我的手机被虚然拿去了，我有看到那个影片，我觉得超可爱的。没能去，当然后悔。对啦，蓝洋洋这边也是卡的，怎么办？卡卡的。没有卡卡了吗？谢谢 Marty 的浪漫玫瑰，耶 ！KX， 谢谢你的真情告白，谢谢你。那么赖赖 ，Hello， 嗨，卡哇伊。那我开始讲了，先面面的事情好了。蔡雅恩这个是个危险人。危险人物就是蔡雅恩，那超危险的，哪里危险？我跟你说 ，MV 那一天我要骑脚踏车，你们有看到吧？是那个画面的，超级，就是我很担心那个画面会不会很丑。然后因为那天风超级无敌大，就是骑脚踏车也没办法骑，就是往前骑的那种强，真的很强。然后我们这样，然后我是那种黄色的上衣，上面有那个怎么讲？放在这边的外套之类的，那个外套很轻。然后我的那个外套啊，那个衣服，就骑一骑，就那个外套会这样子前面来，因为风超大，然后被风吹到那个外套会。到前面来，然后看起来好像维多多，是维多多吗？那个叫什么？那个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会在的那个，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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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上我也截图了，截图了什么？脚踏车蛮要被我截图了，脚踏车的画面真的超丑的，千万不要截图，拜托，拜托。虽然有爆料说米娜脚踏车风一吹就全部在儿童操。跑出来的，等等发现是动态，好啦好啦，都被你看到了。对，脚踏车画面不错啊，可是我觉得那一天我们骑了很久，你知道吗？因为风太大，没办法拍这好美的画面。然后就是面面超可怕哦，因为我们要互动，这样子就是挥挥手啊，看后面啊，看前面啊，然后。站起来呀、干嘛的，然后面面本人应该不太会骑脚踏车，然后在那边什么勉强就是互动，然后他就这样子走，你知道他是暴走组吗？面面暴走组，然后那时候我是骑在他后面，然后就说太危险，而且因为他就是突然刹车啊，就是骑然后突然刹车，然后不然就是骑的那个快跌倒的那种，然后觉得很危险，超级无敌危险，然后就差点撞到他，我是害我刹车嘛，因为刹车了，然后我的膝盖撞到那个骑脚踏车那个地方，就是刹车那一块地方，然后就是差不多这么大颗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青雨青。撞到一包就好痛了，面啊就是三包啊，真的没叫个等我等你，那个是我们辛苦拍的影片，真的超级无敌辛苦，妈的头发背起来也好看，很自然，
哎呦，谢谢，痛，超痛，超痛，都面面了，都面面刹车，所以就害我刹住，然后就刹不住，撞到了。不过很开心啊，就那一天这样，大家吵吵闹闹的，真的蛮开心的。对的，雨晴，叫面面帮你啊。Cake， 谢谢你的喝茶。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也真的蛮开心，就是很开心的排 MV。网络真的不好，无法看了。嗯，好吧。没看到你玩滑板，又不会，我去帮你买一张面面椅。头铁真美 ，Hello。头铁。卡了吗？可是马的画面很好，很少，对，画面超少的，没关系，就是可以拍 MV 就对了。可能今天下次要去高美湿地拍片，高美是个很恐怖的地方，虽然很好，就很好看，但是。我们那一天就是风超级无敌大，就是真的被风吹走的那种，而且我们是穿高跟鞋，高跟鞋湿地是那种，就是那个地板是一块一块的那种木板，所以就是那个我们的就是脚跟吗？就高跟鞋的那一根会卡在那边，插在那边，然后没办法动，这样，好好笑。然后经纪人说：“冬下，风超太大了，危险！冬下，这样好大，风超大。”现在没卡，911 Hello， 有的大笑后面就过了。这次的 MV 有剧情，对，有剧情的。旁边是风电，对，风超级无敌大。那个风不是那个风力发电的风哦，是台风天的风，太大帅。卢夫花生糖，然后还有什么事情？拍 MV 还没公布的，就也还没公布的东西，应该也是很美了。嗯嗯，这次 MV 感觉不错，我也觉得超美，我觉得好美，就是那种。画面是模糊的，我觉得超级无敌美。今天是冬至，妈要吃汤圆了吗？我想吃汤圆，我刚刚想去买红豆汤圆，但是没时间去买。Kevin， hello， 等等要去吃芝麻汤圆了，很棒哦，芝麻汤圆感觉还不错吃，晚一点去吃。我正在煮，那么好。正在煮，嘿，母羊座，他们已在一个小时陪我吧。是卡住了吗？还是没有？好像没有。刚刚跟日文老师吃姜母鸭，不是在演，跟日文老师一起吃，一起约会的意思吗？课业要加油。对，快要期末了，正超满的，很忙。我发现12月快要结束了吗？然后我发现12月这20几天。只有一天下课后直接回家，其他都下课后去公司啊，下课后去培训啊，下课后去干嘛我不知道，可是反正包含出去玩，我12月只有一天下课后直接回家，没有一天都在家里，没有一天早上出门的，每一天都是早上出门，我觉得好厉害哦！2019的12月真的超级无敌满，满到好开心哦！怎么办？没有要快被人学妹没有，然后我发现快要期末考了，对，好忙，
对了，那个拍 MV 那一天，阿潘跟我三天没睡，三天没睡是不是很厉害？三天几乎没睡，有睡一点点，有睡两三个小时。那真的蛮还蛮辛苦的。那像你们讲的，怎么这是好事？忙起来是好事。你们做了什么？三天没睡，就是快要三天，在三就是三天都在忙。对，然后还有宣传单曲上节目，我希望我可以上节目。啊，这里。三天也太可怕，我有睡，我们有，我跟阿范有睡，但是睡一点点而已。赶快被大阪府，为什么？为什么？然后那一天，可是我想要放影片之后再讲。对，我礼拜二会放阿范的影片，然后之后再说。很多很多想要跟你们讲的事情，有顺序。马友只是跳舞就是最棒的特技了。马友が番組に出るの期待してきた。不要期待，不要期待，不要期待影片，好，期待影片，不要期待我上节目。布莱恩 ，Hello， 布莱恩。这首歌超棒的。李梦纯告诉我的这首歌很棒，妈妈木的 hit， 期待马友用流利的中文下主持人。我没办法，可是我昨天搭计程车，然后没有计程车司机大哥都没发现，我跟他一直聊天，然后他就我就说。啊，可是我是日本人呐、啊！他说：“哈，你是日本人。”我是下下计程车。还有什么事情啊？对了，面面的事情，面面还有很多危险的事故事。一面工作一面听你直播，工作加油！谢谢你送我很多很多圣诞袜。面面，前几天我们在练 TTP Festival 的时候，是 TTP 吧？啊 ，TTP 永远之前应该是永远之前。然后面面有多三包啊？不是骑脚踏车的事情。樱桃猫，欢迎樱桃猫。打到我，对，打到我不是普通的打到我，是那种用这里打到我。这样就是他嗨起来就会空，怎么讲？失控，他会失控，然后他就不是 twin tail 的 kokiki， 他是直接这样，这样，这是我的脸，这边是我的脸，他直接这样然后就我的脸都被他打到，就痛，然后就一段时间就这样，边这样很痛很痛，超痛！面面是不是讨厌你？有可能，可是啊，没有啦，没有啦，他很好，他跟我也蛮好的啦，搭到脸啊，搭到我的左脸，你们昨天不觉得我的左边的脸比较肿吗？糟透了，好像没有上过节目表演，反问玩游戏呢，太长。然后跳 Only Today， 然后他的手太长，然后我在他的旁边跳 Only Today。Hi OSN， 你要听 Without 吗？那得那得，谢谢能不能给他救救。然后我在他旁边跳 Only Today， 有就是中间有就是这样子手伸直的地方，立直就是直接用麦克风打我，是没办法啦，是没办法。怎么讲是，不是故意的，没办法，他的手太长，所以对我的歌是你的歌 ，Without 啊，你要听吗？给你听。
给你听 without， 我也蛮喜欢听的啦。without， 还是讨厌下雨天的那个。without， 还是讨厌下雨天。对，真的。要医生，要有可能因为这样才分到 A 跟 B 哦，好好笑。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河马 ，Hello， 不行，我念一下，面面等等回来，正在开直播。情人节嘞，我以为是这里。No places， 卡哇伊，皮卡兔。Hello， 坤坤。坤坤，我昨天看到你了，对吧？我有看到你，我有看到你。也许偶然相遇，咸蛋超人。谢谢我们那个那个有哦，对吧？我想念你的名字，你好像没听到，就是那个 high five 的时候，我就说坤坤，然后你就不理我了。你看到零一就开心到没办法，就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哭哭，为麻油哭哭。干 ，Hello， 有啊？怎么可能？真的吗？真的有吗？真的有听到吗？感觉你没听到啊，没关系，我下次还是会念你的名字的。所以那时候这个少龙一定没有听到。Oscar， 谢谢可爱 ，Hello。我没有办法。现在 TTP 官网是公布什么活动啊？我很好奇。我看一下 TTP 官网好了。AKB48TTP 官网。AKB48TTP。OK。Hi,OSN。啊，你我放完音乐你就来了。我是为了你放的耶。我看看他们25号发行那个单曲歌是两天后哎，一日电厂，对对对，就是卖 CD 的那个那一天。然后呢，还有什么 mini con， 还有生日派对，生日派对谁生日啊？签唱会是有真的有公布吗？签唱会有公布吗？我看看哦，我不知道哪一些有公布没公布，我很害怕。我的歌还为我放，感谢啦。啊，有哦，有公布啦，12月25号有首度会，单曲首度会。我嘞一个干嘛？欢迎你耶！圣诞节快乐！刚好圣诞节，你就要当麋鹿吗？跟我一起。1月4号六礼拜六，2月1号礼拜六，哇，好厉害哦！2月9号礼拜日，巨型 TP 陪你，Team TP 陪你看夕阳签唱会。嗯，这是那个去哪里？我很害怕我自己讲出来，然后结果没公布。应该有公布过吧？对啦，有公布啦，板桥车站，台中关山搜狗百货一楼广场，2月9号高雄梦时代一楼幸福广场。我去过梦时代呀，很开心。我去过那边的星巴克。我认识的人好像在那边工作这样。然后1月18号1月19号有巨型 mini concert， 然后2020三月期 AKB48 TMTP
是番主谋士侯董成员分属名单。那、啊、是这样子，我家在板桥，那你一定要来咯。二月不是一月，我忘记了是几号，忘了，反正就这三天，你们跟我们一起环岛呗。一日练唱一个干嘛？二月一号，对，我念完面面了，他有跟你道歉，好好笑，不用啦，好好笑哎、欸。他说，他还说摸你屁屁，你小心点，笑死。面面说要摸马友屁屁是为什么？为何要分成三组活动？我也不知道呢。那直升有没有马来西亚的朋友？好像没有哎、欸，好像没有。我自己也很期待，就是从马来西亚来的朋友们，但是好像也没有被选上吧？因为你摸过他的，他那我被他打过了，我是不是要打回去？没有啦，因为早上在阿德内奥卡的，真的，弟弟谢谢你的玫瑰巧合 ，Hello。我可以去拿水吗？好像不会卡了，神奇！啊，你回来了，我要去拿水了，你等我一下好不好？等我一下，我去拿水而已。哦，好像不会卡了，神奇。好啊，下一单你就打回去，下一单你就打回去。如果我在的话，我希望我在了。A B 女子甩下，欢迎椅子开台回来了，对，回来了。今天给马来西亚朋友错弄我，什么？什么意思啊？喝水，对我喝水了，很快吗？今哎，现在几？哦，二十分了。嗯，啊，按错了。面面对攻击我，你就多摸一下他屁屁。分组是定期公演的开始，乱猜。是吗？公演的开始，定期公演。我今天开到十点啦，是吗？还是今天开到九点半、啊？我忘记了，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或者是定期公演，如果是这样子很好啊。二起生有推荐的孩子吗？我是觉得啦，忘记名字了，忘记名字了。等一下，我看看官网。他叫什么名字？对不起，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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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故意的，但是我真的不会背名字的人，给我三天我就会了。等一下哦，我努力背他们的名字。等等，我看看，就是啊，我刚刚有讲啊，刚刚有讲光田刘家的事情，他还不错啊，他人很不错啊，而且鼻子超漂亮，鼻子超挺的耶，超漂亮的鼻子，很挺，很羡慕，超漂亮的鼻子。我看看，哎，等一下，谁是安安、哦、我知道宫田柳家，然后汪汪我知道，那个22岁很浮夸系的那个，很像阿潘的那个，然后蜘蛛我知道，那个很漂亮的那个模特那个，然后那个不会念的不会念的我知道那个短头发帅气笑起来很甜的那个也不错。聆听里是这个吗？聆听里是这个吧。然后佳安是玲玲吗？佳
邻家，邻家这个怎么念？邻家，邻家怎么念？邻家怎么念？邻家怎么念？我不会念这个汉字。邻家，零零零零零零，短头发不错。昨天也有讨论到短头发不错哦。好像面面之前就有认识，是吗？面面有跟我提过。不行不行，我要背起来他们的名字，然后再说。就反正他们还不错啊，长得可爱，长得漂亮，然后才艺嘛，才艺好像也很多的。意思是摸他鼻子吗？那个可爱，那是摸别人的摸屁屁，忘记名字的那种人，是你哦，林佳妮啊，对，你啦，是你啦。我想说，我知道我背起来他你，他叫你，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汉字。然后饺子会摸屁屁。你会不会少了一点烦恼？我再不漂亮，鼻子会发光。满 面有光，好好笑。其实我觉得当艺人鼻子蛮重要的耶。但我自我介绍，哎，自介绍，自我介绍，我只记得你要打鲁卡啊。对了啦。イルカルカルカ、え、すま、イルカ、イカイカ、イルカイカイカ、ミヤタルカ、すま。我今天也是马来西亚朋友摸屁股，有有两两，还有那个早安安，是吗？因为他们在那个休息室后台一直练习，我就背起来了。Thanks，谢谢你的爱你第一天，谢谢你的爱你第一天。没关系的，我还是想多支持马友一点，多点多点，谢谢。我现在全员的自我介绍都进行，好厉害哦！那马友的再来一次，爱死！嗨 臭光湖阿米，对好妈的 Catherine 还没想新的，没关系，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谢谢粉丝们。粉丝帮我想的，一进来就听到屁股两个字，一回来就摸到屁股，听到屁股，厉害！下次要送你爱你第二天，好像有第二天的哦，后面没有 LED，我不会，我是这样买的麻油鸡，什么东西呀、啊？什么时候变成麻油鸡？昨天那个小朋友时候的照片也太好笑了，我最喜欢阿 K 的。我最喜欢杰米的那个，超好笑的，还蛮可爱的啦。可是就是没有什么他的感觉，小时候跟现在阿 K 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那个整个气质很不一样呢。我真的猜不出来是马友，真的吗？我眼睛大大的，超像马友哎，哪有那个超像马友，好不好？那你们觉得我的小时候的照片很像我吗？没有，阿 K 小时候眉毛好浓，对，可是那个我的照片也是，因为我没办法回去日本，然后没办法拍起来，所以我的妈妈帮我拍起来那一张照片，然后再传给我，用 LINE 传给我，然后我再用 LINE 传给经纪人，所以那个画质比较。糊糊的、模糊的，有点看不太出来。可能小时候太可爱，所以呢，所以你的意思是现在怎么样？对面的阿甘，阿呆呆，可以放 IG 吗？不要，我不要。而且想说什么？有事要问我那是什么奖品？然后想说我会拿到奖品吗？那是玩游戏的啦。第一次到台下跟粉丝互动，感觉如何？那个不是第一次哎、欸、啊，好像台下的话都第一次。
我那是小巨蛋的时候也有 Free 的歌，秀就大手少女们那首歌，我觉得超开心。然后这次是第二次跳那个 Free 的舞蹈，然后觉得还是很开心啊，就不一样的感觉。现在太美了，我小时候太可爱，现在是太美了。哦，很会讲话，害羞吗？电子鸡吗？电子鸡？卵子的电子鸡是什么？电子鸡啊？那是卵子吗？电子鸡就是卵子吗？时代。对了，那是我是那个年代的人啦、啊，哪有哦？他们个哦，电子鸡就是他们个鸡哦，哦，他们个鸡。那时候我超，就是我国小的时候，我最喜欢那个他们个鸡。然后我去上学的时候，那他们个鸡好像会那个什么上厕所啊、吃饭啊，要喂他们啊之类的，我就拜托妈妈。拜托妈妈帮我玩游戏，然后拜托妈妈帮我喂他们，拜托什么上厕所之类的，我忘记要怎么玩，反正我就很认真玩嘛。然后我上学，我下课后，我放学后回家，马上回家，然后回到家就开始玩那个他妈个鸡，电子鸡吗？电子鸡。然后就妈妈那一天好像太忙，没办法帮我弄那个游戏里面的东西，然后我就爆哭，你知道吗？妈妈，为什么你没有帮我喂他们啊？你没有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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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爆哭。我国小也有养，啊，你小学也有养？原来我们年代的吗？同年代的吗？不是好吗？原来我们小时候跟我们，真的吗？是真的吗？你们说是真的吗？美玲就没什么感觉啊，没感觉没什么变。我也觉得瑞婷啊、美玲啊、晨晨啊，还有谁？面面也根本没什么变化。小番薯，那你的说个锅子人，他们还玩路游戏，真的啊，真的，我明明跟马友年纪差不多啊，真的吗？艾子，你是十五岁哦，真的、啊？杰是那个超好笑，杰是也是没变啊。那从小看到现在，小时候还有养恐龙，新岛 ，Hello， 电子鸡是78年流行的哦，超久哦，那我应该是七八年的第八年吧，大家记得这个，至少证明大家都是天然美女鱼。对啦，好像没有吧，我也是十八岁的时候来台湾啦、啊、对啊，所以年轻的时候来台湾。新岛 Hello 茶岛。好像聊的差不多了耶，我相信今天是到9:30的，没有人知道，如果不是到九点半的话，下次再开就好了，是吧？至少证明大家都是满天然美，蛮有饭，谢谢你的 love， 哈哈，先念排名吧，好，先念排名吧，就要关了，那就关了吧。没有，不是要关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到9:30还是10点。然后如果很接近呢，我现在17岁最好啦，哪里的17岁那么成熟？嗨，谢谢你的佳佳，那我要念排行咯。1、2、3、4、5、6、7、8、9、10，好。好像今年第10名也太多了，从第9名念好了。今年第9名是德明，谢谢德明。今年第8名是洛洛。今天的第7名是阿水，今天的第6名是暗，今天的好像错了，不是，没有错，对吧？没有错，第6名是 Nobunaga， 谢谢你。今天的不是啦，今天的我刚刚说第6名是暗，但今天的第5名是 Nobunaga， 谢谢。今天的第4名是田中，谢谢你。今天的第3名是 Cookie， 藤井美玲推，谢谢。今天的第2名是 Tomo， 谢谢你。
亚丽一米是 Kings， 谢谢你哦。谢谢君姐送我玫瑰，谢谢香菇，谢谢你的早安抱抱。这样子会不会哦？香菇变成第十名了，感谢感谢。北湾梅子，谢谢你的圣诞袜，开心。马友晚安了，也谢谢马友昨天跟我打招呼。当然喽，我每次看到卡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哇，很幸好看时间，限时前回来。抹茶第六个十七岁了，对，今天生日，我要跟他说生日快乐了。官方没公布你每次开多久，对，虽然我每一次都不知道，而且是在我的手机里面，所以我没办法看。哎。也谢谢马友跟我打招呼，对，我记者会的时候一直看着你一跳，你知道吗？而且 B 场的时候你就很好笑，你都没有准备那个相机，然后那个你的防疫好好笑，然后我快要回来了。还好我记者会换曲珊珊，看得很轻松。你和诗雨永远是我的神推，那握手会等你哦，谢谢。好，那今天到9:30一个，哎，好像不是，哎，等一下，为什么我的时间怪怪的？为什么现在只有1:20？还是我迟到了10分钟吗？好像是哎。那我再开10分钟吧。没有，不要说晚安，不要说晚安，还没了，再10分钟。我是8:17开的吗？哦，好吧，好吧，怪我喽。Emer， 谢谢你的枫叶，因为你14分迟到蛮久的耶。没有了，不是不是不是，我有借口，我有借口。我跟你们说，那是我有开，我真的有。8:45的时候就开始了，虽然有迟到，虽然不管怎么样都迟到，但是呢，那时候我开了，然后想说，哦，没有人来，为什么？我今天网络是不是怪怪的？还是没有人理要理我？然后就开了，关了，开了，关了，开了，关了3次，之后才发现我是私人的，我是开私人的，什么借口？这是可以，没有，这是很好的借口啊，不是很好，这是很。合理的借口好吗？好险我都习惯性晚到，我跟你一样，我跟你是同类，同类。どうです？バカ、バカ言うな、バカ言う方がバカ、バカ言う方がバカ。借口没有分好不好？没有借口有分好不好？不是有合理的借口跟不合理的借口好吗？还没习惯开始。对啦，我是刚进来的。大家好，我是刚进来的一起医生藤井麻友，还没习惯开直播，大家请多多指教。反正我8点还在上课，刚好我叫了才接主家。麻友真的不像在像日本的，看看宫田柳家，看看宫田柳家会不会准时？哎，等一下，可是我看我开 showroom， 我开。之前那个平台的时候我都没有迟到吧，我猜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卢卡拿去用。如果宫田柳家不会迟到的话，他是真正的日本人，然后小山美令一定会，一定不会，他是最不会的，他是最会迟到的。大家好，谢谢你，嗨嗨。为什么会去握其他人？为什么每天有迟到1小时，对吧？新手直播请多多什么？只多多包涵。日本人熟食坚持的原则还真的。为什么会想去握卢卡看看？每天自己会睡觉睡过头。我跟你说美玲的事情，就是我们，好像之前
一年前的握那个粉丝见面会到现在，很多节那个很多活动嘛，然后我们昨天也是六点早上六点集合这样子，就是已经要去上场的时候，已经很想睡觉的状态，然后就是每次都很早很早集合这样。然后この曲も聴きたくない、あ、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ブンバカブンバブンバカブン、はい、聴きたくないね、ごめんね。リーサー可以吗？リーサー可以吗？然后就是他到他不会睡到演唱会开始三十分钟前，懂意思吗？就是他每次哦，在三十分钟要开始了，这样三十分钟就准备要上场了，这样他就会睡觉，你知道吗？他就说，到十五分叫我起床。昨天也是哦，昨天也是他就跟我说，我们昨天五点开始，那他说四十五分的时候，四十五分的时候叫我起床，然后就睡着，那就睡着。然后睡十五分钟，我就说，哎，美丽，四十五分了哦。他就说，好，起床了，然后就上场，好厉害，对不对？嘉好，周嘉好，你有在宜兰星月广场表演过吗？星月广场是十二月三十一号晚上七点，星月广场我们有宜兰跨年活动。所以等你来哦，周家豪，是周家豪吗？对，周家豪，宜兰县，对，十二月二三十一号，跨年的，没有在趁机，dis 美丽的意思，没有，我没有在 dis 啊，就是大人物的态度呢。安安，什么？恭喜有学妹可以欺负了，我才不会好吗？好哇，好哇，宜兰很远哦。哪有远呢，我跟你那么近。第一次跟麻友一起跨年，对啊，一定要来。没有来你的2020会就是过得很惨哦。我要这样逼你们来。如果你们知道那个传说吗？如果2020就是2019 12月31号跨年活动没有来的话，你们接下来的2020那一年就过得很惨，就是抢不到 mini空 的票啊，就是抢不到什么票啊，然后抢不到纸笔啊，然后被全部的成员都会被成员讨厌啊，然后就是看 live 多次，然后跟成员们留言，就是他们都不会念你们的留言了。如果201912月31号跨年活动有来看我们的话，可能2020这一年会过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会抢到最好的位置，第一排那种，第一排，然后可以跟成员们互动那种位置，然后二期生也会就是马上会记住你们的那种一年。好，可以吗？钱包君宝师的救人，君姐开始有压力的。还好迷你光仔后天就开麦了。君姐你的2020会不会过得很好呢？谢谢你们那个的舅舅，还要放，没有抢票，没有抽，哎，不行这样子哦，那我要早点报到哦，我的本田快回来呀，对哈，本田右圈是西组，可以转推了，什么意思？2019过得超快的，我去年是在哪里过，好像是在淡水渔人码头过，然后结果没什么东西，我以为淡水渔人码头会有一点点东西，跨年的活动之类的，结果都没什么，你都有哎、欸，对哈、哦，三姑也没办法到，我知道我这支去西组了，西组有谁？佑轩，林一，美玲，
美玲、周佳玉、诗雨，忘记了，就是对啊，不认识。又炫布丁啊，对了，布丁也有。哎，Uber Eats 不用啦，我没有很饿，我要吃汤圆了，我要去买汤圆了。哦，小晴，对，小晴，林一，对。今天也是白色的，看起来这里我都吃完了，你吃完了汤圆了？我的推几乎都在西竹。嗯，是吗？是吗？是在思雨吗？思雅在 A 组啊，思雅在 A 组，马友在 B 组，然后布丁在 C 组，只有一个 A 一个 B， 然后 C 呢 ？C 有几个？今天要吃汤圆，对啊，那个君姐有抢票，当天是不是有特别的，有别的行程？有别的行程？什么行程？你今天没吃汤圆，快吃，快吃，快去吃汤圆。诗雨跟美玲，我彼此只关心紫萱、麻油、瑞提就够了吧？耶、yeah, ，我的推三组都有。我有看的人三组都有，滴滴好痛苦。一路布丁、易云、佑轩、美玲，哦，我不会念的。原来有那么多，原来有那么多推，我也不知道那天卖票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对不起 MV， 我在看诗雨，没事。没事，我的脑需要彼此的给你的，阿里甘多，吉，嘉豪，嘉豪要推我，要推我，齐慧，对，什么都会的那个，干嘛不讲话？小说，蛮有饭都够带，谢谢你啊，啾啾。那今天也是迟到开到41分的，蛮有的啥？好，那今天到这边，谢谢你们来看我的直播，然后下次也会继续讲 MV 拍摄的感想之类的，下次也要记得来哦。然后12月25号见，我们的那个球队会，球队会要来哦，拜拜。香菇，谢谢你的再见，谢谢 Cake Love， 谢谢大家的礼物，拜拜。